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宪哥。相信呢，各位有看到我们的一些短片呢，各位应该是了解 JDK Box， 它真的是有非常多非常多很好的功能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也跟各位讲，相信各位大家呢，应该在家里面有一大堆的这种平板，那我们这些平板呢，你们可能呢，在这个使用到手机之后呢，我们的平板可能在家里面已经睡觉睡了好几年，就跟我一样。那么这些平板的部分呢，其实在做这一个家里面的 K 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材质。各位只要呢一样的在 JDK Box 里面把它下载下来这一个 APP， 然后把它放在这一个桌面上，然后放在桌面上之后呢，你把它用家里面的 WiFi， 我今天在这里讲，就是说你手机因为是吃到饱，所以你家里面的 WiFi 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。您可以直接用平板连接你家里面的 WiFi， 然后呢再连接到我们的 JDK Box 的机器上面，它一样的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连接功能，然后呢你就可以用你家的平板上来在上面唱歌，就跟你的那个手机唱歌一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家的平板是不是有更多很好的作用呢？请多试试看，谢谢。